啊，继续来问副党主任，你都话顶一节不讲嘛？嘿，每年叫恁一家四口，对，那我的保卫顺高了去啊。对对对，除了这以外，还有什么神奇哦？哦，我嘛是来讲一下两个故事好了。我爸爸有一年的时阵，伊卡买就是赶快一个大腿哈，阿姨用那什么那时候当下不知道什么病，他没有先一波先跟我们讲，爱就直接去大病院呢，啊去看诊先大病院讲，哎、欸，你这个很严重哦，你这严重诶，你开一条那乌变乌啊哈，你伊讲迄个菌会走来心脏，走来到位，迄个卡爱先记掉，要保命，有点像就是会截肢的意思，要才能保命那样子。那一听了有点惊诶，啊，当然想说这个截肢怎么可能啊截肢，然后也想说啊，我等来搞，也等来回家来搞讲这样子，啊，现在没事没事，我就回头跟佮等来问某娘问太祖的时阵，然后太祖就甲讲，他有开那个他的虎灵，那个也。哥哥也得叫我们要念大悲咒水，然后又开有几个药草方面，来个膏，然后要持续不间断，要给他换药，只要发热就要来碗油啊，持续的两三天的时候，再回去看诊的时候，医生自己也下来说，哎，啊你是去搞啥面膜？你看那叫见的好。然后他听到医生这样讲，他都欢喜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所以我的意思说外开阳剥掉了嘛，不用截肢的啦，还不用截肢。一个哎，这边剥牛今天有灵香啊，所以他就觉得很感谢这样子，哎呀，因为你安尼奉献我剥牛嘛，其实过得你爸爸了，对，过得我爸。其实我嘛是陈剥牛，伊今天做主笔，伊虽然那个好物，但是伊嘛是身体，伊嘛讲咱厝嘛是爱过好，所以。我哋娘外婆家介绍时，我其实我当初我公公婆婆嘛，拢会烦恼，反正讲一头栽下去，不无顾这個家庭，但是我赶快把这個家庭顾好，所以赶快这个大家官，伊拢会等来讲感谢母女，这些年，系啊。